招牌，它是多少人的这个期许，多少人的心意，还有多少人的梦想，是希望我们能够设计出来的招牌，就是除了名产之外，就是也能够带出店家的特色。最密集进入传统菜市场的时期，其实是我小时候跟妈妈一起去菜市场，从基层到市场买菜，就可以开始有一个美好的开始。